人一个汉堡。这可以吃吗？找一样的颜色。好，找一样的颜色。好，先拼哦。哦，这是哪里？这个是这里吗？好。哎，好像有一点点眉目出来喽。薯条，这个也是薯条，是不是？我先来拼。好。我们今天参加的是小麦麦。小麦麦。我们先把小麦麦拼出来，好不好？小麦麦。那个字要跟字放在一起，字要跟字放在一起。来，先弄在桌面上，你看可以好。这里也有。加油！你们两个人要合作哦。对，好，没关系，让他们自己来。哦。对你给他拼，没关系。不对，我们可以再用。加油，一起来！哦，这个有字对不对？那试试还有字，还有其他的字呢？我们再看看。是小麦麦在哪里？麦麦哈，还有哎，这边也是一个对不对？哎，好像是哦，是这个样子哦。哦。哎，我们快完成喽。然后这边是什么呢？这是麦当劳，对不对？哎，哦，答对了。你这厉害呢，哈，对，哎，对呢。好棒哦！来这个呢，这个呢是在这边。咦，那个在哪里呢？这边好像是在这里。下面，对。对。咦，这个薯条要放哪里？这个薯条。这个要放哪里？哇！好像是对呢。哎，好像不对哦。这是麦当劳的那边。对哦，好像不对哦。哎，对。啊，这里应该还有一点点薯条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不要看后面的数字，来，我们看前面就好。我们看前面，把它对出来。哦。是不是呢？好像放反了，我们要。哎，好像对哦。好，快点，加油！那三个都不一样哦。哎，这个好像不是这里哦，这里会不会是这个地方呢？哎，是哦。是不是呢？还有一个，这边也少一个啊，哎，这里是不是少一个呢？哎，这里不对哦，外皮下哦，哎，对不对呢？是不是呢？哎，姐姐，我们这样对不对呢？对，对哦，好，拍拍手，你们都拼好了。拼出了什么？哦，汉堡。儿童餐的餐，那个呢？薯